嗨，大家好，那我是 Ryan， 已经就是参加啾咪咪大概几年这样子，但是觉得有些东西还蛮有意思的，像今天的大会的标题，然后我就因为对觉得我很好奇，到底大家心里有没有一个终极答案呢？为什么如何想到，然后有什么是你觉得终极的答案？啊，会不会太严肃了这种问题哈？其实是这样子的，就是另外一件事情，就觉得如果大家落入这种就是可能一辈子都想不透的大问题的时候，就会邀请大家可以一起来冷静一下。那有可以做的事情，这边帮大家拆解成三个步骤。第一个是深呼吸，对，大家应该听得出来我的声音现在是很紧张的状态，那我们就一起来深呼吸好了。我们鼻吸嘴吐，对不对？好，对，有听到知道说想睡觉，对，我相信在场应该有一些人其实没有参与我，因为他已经睡着了，对，刚刚有偷偷回头关心了一下，就是可能与会的朋友们。那还有一件事情呢是可以做的，就是观想。那本就这个观想是在一本书叫做《宣人心态》这一本书上面看到的，就是我们可以用就是可以可能闭上眼睛或者不要闭上眼睛，然后用你的五官，你的五感，然后分别的去。觉察，那怎么做呢？就是先从视觉开始，毕竟我们眼睛是最常使用或者是接收讯息量最大的。我们如果你觉得你不想看的话，你可以把眼睛闭起来，然后去让脑袋自然的冒出你看见了什么，那五件。那因为时间有限，我们可以待会可以找我一起练习。我今天是小天使啊，然后四呢是触觉。三听觉，二嗅觉，一味觉，配饰。然后最后呢，你要回来，我们练习一下，就是 we， 那这样子的发声呢，其实可以帮助自己，就是再回到，就是在结束你这整个 cool down 的一个过程。那是我自己觉得可以跑的三个流程，那可能每个人不一样。好，那还没讲到重点，今天的时间要结束了。好，那为什么我会想要进行呢？因为其实我是疯狂接受这世界各种讯息的，包括 Podcast、YouTuber， 然后我用的外挂可能是有三倍速到十倍速的这个加速器在接收讯息，但最后真的不行，时间真的不够了，不够，像我倒数计时，然后8秒钟。好，那我们其实跳坑啊，今天大家来这边呢，其实我主要做一件事情就是。鼓励大家就是可以多跳坑，然后我开了一个坑是大家一起来做运动，所以如果你觉得找不到坑的话，跟我一起来做运动，谢谢大家。我们在11点、2点、4点，我们一起来做运动，谢谢。那你要拿一下身体背章跟那个，11点、4点、2点，好。